哎呦，不错哦。今天要开箱的是 Double 的下旋枕麦克风双拾音器再制。哎呦，不错哦。今天要开箱的是 Double 的下旋枕麦克风拾音器。好，这个铁壳哈，它外观的相当质感相当好。好，那它是下旋枕跟麦克风双系统的哈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。好，首先会看到这个是它的，算它的安装的一个方式。好，这是它的图。然后再来，好，再来这个是它的电池盒。好，这个就是放在音箱内的。它是主动式，然后就接一个四角电池，然后里面这边也有那个线的一些，哦，好，对，在这边，再来就是这个，这里看不太到，所以把它拿出来，好，好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要去接电池的地方。这个是接在音孔内部，就是这个地方，音孔内部，好，那调整一个调整音量，一个是 tone 这样子。然后它的尾钉的部分 jack 是这样子，好，那 jack 的话是接在后面你的背带钉的尾座，算是这样子。好的，然后它的拾音棒我们看一下。哇，有点挤哈。OK， 这是它的拾音棒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然后它有一个收打板的这个声音的麦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也是直接贴在你的面板的内的那一面，哦，内侧那一面。好，就是这一个双系统的。好，以上。